嘿，今日發現咗市場一個新嘅產品，就係經定呢個叫做Shin Fuji Burner， 其實聲稱話係用 Soto 嗰間廠去做嘅。咁其實成個結構咧，我睇過都一樣嘅，唯獨是一樣嘢係唔同嘅。咁我哋打開佢嚟睇下先，唯獨是一樣嘢係唔同嘅，就係呢個底部啦。嗱，咁講解下呢個先啦。第一，可以睇說明書，1300度高温，咁又可以 fill gas。咁其實嗰個 Soto 都可以 fill gas 嘅，就係呢個位出事啦。咁咧，就咁點嘢啊，燒斷啲電線啊，燒蚊香啊，都 OK 嘅。喺車裏面就要小心啲使用啦，甚至唔用得啦。咁咧，就入 gas。咁呢一度咧就有個位咧。就是看這個有多少 gas 剩或者沒有的，這個位置就較大小的，這個位置就是較個火力大小，這個位置是啦，這個現在是最大的。好啦，接著這個呢就是 lock 了它啦， lock 了按不到的啦，現在是那拍出來呢就可以著回的，是啦，接著就伸長啦，小心熱的，這個就是那它，所以呢由於它熱啦，所以它就可以這樣伸長啦。咁度一度先。嗱，平時咧唔伸長嘅時候咧，頭先度咗啦，就係11.3 cm 啦。咁我就係計伸長部分，伸長部分好啦，可以咁度嘅。伸長部分咧就係、是，就係、是、7 cm 嘅。咁都好緊要嘅事，你可以插落去嗰啲地方度，就一嘢就着火啦，咁樣燒咗佢嘅。好。咁咧呢個機咧，好啦，咁呢個機咧就係、是、入咗少少 gas 嘅時候就51 gram 啦，咁我估大概50 gram 入到。咁咧而家示範下入 gas 嘅俾大家睇先。嗱，佢平過 Soto 嗰、那個，話同埋佢呢度得意嘅，寫住 Make in Japan， 咁 Make in Japan 嘅 ，Make in Japan 呢度好。咁佢話同 Soto 同一間廠啦，咁分別就係呢度出咗事啦。Soto 嗰個咧，其實要買嘅 adapter 咧先至裝到落去嘅。咁呢個就唔使嘅，呢、這個可以就咁用個家用石油氣咧，就咁吉到落去噶啦。咁而家睇住先，咁啊，好要插深啲嘅。嗱呢度咧見到嗰啲 gas 嗰啲液體啦，呢度係啦，我入咗啲，咁我再加入去咧，你會聽到有聲嘅。咁倒落去，咁就入咗啦。咁就入咗，就係咁簡單。有少少味，同埋呢度咧會凍咗嘅，因為液體變氣體再變翻液體嘅中間個過程咧就會咁樣嘅，就係咁。咁啊呢個嘢咧就等佢去咗啲氣咧。好，咁啊試一試燒著呢個嘢先。哇！聽到有聲啦，跟住再撳落去就 trigger 咗呢一樣嘢噶啦，好，而家試下燒著呢張紙先，著一聲咧就著咗啦，咁啊，撳熄翻佢 ，OK， 再有一次，係啦，雖然好多火機都得，但係其實佢係高温嘅，1300度咧係可以燒啲嘢，係燒得靚啲。咁呢個叫做富士啦 ，Shin Fuji。Burner 咧就係、是、覺得係好值得推介嘅，咁啊玩住咁多先啦。如果要買呢啲咁嘅火機，呢、這個牌子可以考慮一下噶。拜拜。